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来帮村里的大爷清理一下他们家的鱼塘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斗里面。穿黄穿黄的，有没有见过这种38腰围的大鲫鱼？哇哇，晶莹剔透啊！兄弟们，看一个，上来了，今天人特别多，可热闹了，现场。后面的大爷大妈还在陆陆续续的来。来吧，啊，来，我们再来一等啊！哇，今天的鱼还得了啊，都钓鱼来了，你看一下。直播间啊！啊！